好，下面呢是青龙出水，大家先看我做一遍。暗示做完了以后嘛，又往前顺势上了半步，然后青龙出水。青龙出水这个动作啊，主要是上肢啊，主要是上肢动作。按完了以后抬起来，然后手呢成一个穿掌的一个动作，从下往上穿。那右手呢，因为它的穿掌，左手到上面去了，右手自然也就回到下面来了。有一个区别啊，有一个区别。青龙出水做完了以后呢，他的左手呢手指斜向上方插上去，然后右手呢往回拉回来，拉到腹前，也有一个前后之分啊。那这个插掌的这个前后之分呢，一定要在我们上步弓步的过程当中整个完成。好，大家跟我一起来，好，半步，然后插掌向前弓步，青龙出水。青龙出水动作要点：迈步提掌，弓步穿掌。好，移重心，好像有一个回捋的一个动作，然后提起来，提到哪里？提到我们的这个右手在耳朵旁边，左手在胸前。好，向前弓步插掌，实体转脚，同时右手压到了前侧，左手呢回到了胸前，就有一前一后分开了。好，现在实体一摆脚，两个手呢就开始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了，就开始分开了。好，接着收脚上步的同时，我们的手往下捋，压回来捋上步，哎，耳旁胸旁。好，然后向前插掌出去，还是一样的，额头上方，肩高啊，只是左右分而已，但是它的动作都是一样啊。好，这个动作我们完整做一遍。好，回坐捋，走，插掌出去，实体转脚，不要停啊。好，收脚，走，插掌出去。好，最后这个动作我们要跟一个这个啊根部合手啊，还是一样的，你看这手往下按，掌立起来向两侧，好，合手。闪通背动作要点：后坐提掌，弓步插掌，转体落掌，迈步提掌，弓步插掌。根部合掌。最后一个动作，单边。好，扣脚转身，左单边啊，到身体转正，你看我还是这个捧手的感觉没有动。好，接着身体继续左转啊，出脚，单边的动作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啊。好，两手撑开，左手不能够超过我们的足尖，右手放开，左手的肘关节跟我们的膝关节要相对。左单边动作要点：转体带掌，弓步推掌，